嗨，猫妈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小游，你现在让我歇会儿。不是不是，妈妈，我是想跟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那好吧。哦，我的朋友，然后我的朋友 Katy，他给了我一个贺卡。然后我不知道上面的字。妈妈妈，那你帮我看一下上面写了什么吧。好的好的。这个手写应该不是 Katy 写的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好像是他的妈妈帮他写的。妈妈，这是说什么呀？哦，我给你读给你好啦。亲爱的小游，哦，我是他的亲爱的小游吗？哈哈，不是啦，这个只是一个抬头，信件的抬头都是要这么写的。那我们呢是想要邀请你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茶话会，大概是下午16点左右，来我家和我一起吃蛋糕，以及呢我们可以一起喝下午茶。非常的棒哦，他想请你吃蛋糕呢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呢？哦，当然啦。哦，你可以去星期四去，然后呢，然后也可以是其他的一天去。哇，非常的不错。小游，难道他是有生日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他只是觉得，14号刚好就是情人节，所以他就想邀请我一起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非常的不错哦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去看看哟。那我可以去吗，妈妈？那当然啦，你当然可以去啦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可以到这边去看一下。哦，小游，终于是有人去请你吃东西，然后一起过情人节喽。小游，你真的还是不错呢。那好吧。小游，那不要那么快哦。那我们先要到这个上面去取一些你的东西。那我可以往上走吗？我去上面去取一些东西。哦，不行不行啊，我马上就下来。啊，拜托小游，你不能那么着急，是下午4点，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的呢，不用那么快啦。汉娜，你在干嘛？小游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想一首诗，我想写给大夫一首诗。因为我想在情人节的时候给他一个小礼物嘛。哦，这样啊。哦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？妈妈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Katy 的一个生日派对。哦，正好哦。但是肯定那边都会去好多人的，只有我是一个人。你们到处都是，大家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就我一个人，到时候孤零零的，才不会呢！谁说的？不会的。那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玩？不，小优，我不去。你怎么不要？您怎么会帮我打电话？我帮你给大夫打电话，然后你可以问一下他。哦，嗨，你好，这里是，你是不是大夫？你是大夫的爸爸？哦，你好你好，然后大夫在不在家呢？我想跟大夫说句话。校友，你不要再帮我添乱了。啊，大夫，大夫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汉娜的姐姐，汉娜的哥哥。哦，汉娜想跟你说话。嗨嗨，小游，大夫，大夫，是小游在跟我做这个搞事情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今天跟我一起去过情人节呢。然后我和小游今天被邀请了去到下午茶去吃下午茶，你要不要一起过来呢？哦，真的啊，你有时间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。哦，那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哦，小游，他同意了。哦，天呐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当然啦。那我们现在走吧。那我们得要找一个好看一点的礼物。妈妈说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小游，你这边有没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贺卡之类的可以放进去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我这边礼物还没有找出来呢。我来看看这边啊。
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哦，这个很漂亮啊。汉娜，你自己是一个人吗？还是你有别人跟你一块来呢？哦，我跟大夫一块来。哦，他不是一个人。我刚刚已经听到了。嘿，你来啦，大夫。哎，汉娜，你还好吗？我还不错。我现在也好很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的这个……哦，大夫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不会。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坐在一块儿呢？好呀好呀，因为今天就是情人节嘛。那我们就坐一块儿好啦，我们还是一对儿，对不对？太好了。哇，你们两个想要什么样其他的好玩的东西吗？我想要吃一个烤香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呢？这个是一个蛋糕店，我们是蛋糕店，蛋糕店是没有这些烤的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要吃别的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我们的多纳圈呀，或者是这些的。米娅，你想吃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给你的多纳圈。我们可不可以坐过去一点？我们可以坐在别的地方呀，对不对？那好吧。好啦，那你们两个想吃什么呢？汉娜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夫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吃什么呢？那你们俩先决定着，我去看看别人这边是需要什么。我们这边有冰淇淋，有好吃的，还有我们这个情人节特供，你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寻找。那我们可以先来一个这个草莓奶昔怎么样？好啊好啊。那好吧，大夫你也可以坐过来。汉娜，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那你先坐过来吧，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。不要啦，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，我不要听。你超搞笑的，你快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大夫啊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好很多，根本就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讨厌啦。我现在也觉得他慢慢变好了。我祝你们两个能够开心，能够幸福。如果你能开心的话呢，作为你的哥哥我也会很开心的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也希望你能开心哦。那我们都玩得开开心心的吧。好的。 Yay.